丰台可是第一次逛花园。是啊。你干嘛？啊，洗澡啊。时间是注定的缘，今生是否会。你居然是姑娘家。来，手给我，我扶你上吧。不惧生死的笑脸，他该不会以为我还不会行吗？你身手不错呀。有我在，定护你周全。只为你变现。哎，你骗我。好，等着。我好像越过了心愿却去寻找遗失了的思念。阿兄，你怎么了？再也没有人关心我了。怎么会？你还有我呀。这戒指好特别啊。这是我父亲送给我母亲的定情信，按我们永庆国的信封收下了这个信封，便是认定了这个。同志，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我的好兄弟，你是我心上的一块肉。我们有亲人，有了心上是一定要向对方表达的。人生苦短，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不容易。李同志，你要不要试一试喜欢我？